义无反顾的照顾别人，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照顾你，以后家里边房子车子全程都是你的，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不知道，有点出乎意料、太惊喜了，真的是。我们是今天早上回来的，事先他也没跟我说，我回来也没给我打电话，因为他平时是一个挺内向的一个人的，没想到，尤其是在我们单位，就是在那么多同事的目光下，然后瞩目下，然后他做这个举动。我感觉他在那边挺辛苦的，回来就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其实每天挺担心他的，但是今天能看到他，健康的回来，其他的都不太重要了。你一定要幸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